下来的活动。当然呢，同时呢，我们2022桃园女孩日今天呢，我们代言人也特别来到现场，请问你们在等谁呢？太小声，你们在等谁？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喜菜呢马上就来到我们的现场，热情的欢呼声呢，欢迎我们最可爱最有活力的喜菜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欢呼声给喜菜好吗？呜呼，大家好。哎，刚刚那喜菜的声音不够大声呢，你们在等谁？喜菜。好，带来这首歌送给大家。我说我音乐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再一次好了，我们再一次。我今天热情的欢呼声给喜菜好吗？我今天带来几首歌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今天是女孩日，所以我们女孩要记得爱自己，爱快乐也是很重要的。又被爱上了一遍，无所谓。做成长，刚刚走开的人，烟还点着，味道却淡了。你并不是天生爱寂寞，却比任何人都多。就算把世界给我，是一无所有。我要快乐，我要能睡得安稳。有些人抱得太温暖，离开了才不够我早应该割舍。我要快乐，哪怕笑得再大声，心都是热的，全都是假的，只要眼稍微有一点小小的
温暖的歌以后呢，我要带来一首。